咱们这一波五分之一的中奖概率了，兄弟们，谢谢喂出去拖出去喂斯大林。我从未伤害任何人，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只是演出上阵之心。还有二十秒开奖啊，还没有呢，二十秒，最后二十秒，能不能把这个五星挑战给他过了，兄弟们？最后二十秒钟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还有十秒钟。谢谢，怎么又赚了？谢谢，误会一场。全军出击！感谢，怎么又赚了？耶，这是卡了吗？帮他打个野啊！该为之起舞。耶，还差一个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走了，四枪差不多了啊，溜了，可惜没有过，哎呦，难呐。抖抖抖抖，为什么辅助我们的是石头人？查个眼，来一发走位，一枪，两枪，抖，三枪，四枪，吃药，不能打了。给莫干辣来一发，石头人确实没办法啊，他跟我们就只能我们去耗血。你帮我这 A 一下子呀，这四枪，这个对线石头人确实挺难受啊，他而且他被莫干辣给扛特了，你们知道吧？想打出局面我估计有点费劲，不过寒冰没有什么蓝了，这波往后点啊，千万别被抠了，这波往后点，虽然我们带的是净化，我先打他一个这个黑焰收割，一枪，两枪，你要补吧，你要补我来，寒冰回家了，寒冰回家了，我们正好推，哎呀哎呀呀呀呀，抖，赶紧退线，让寒冰少吃冰，先 W 一下，寒冰少吃了不知道多少冰，来给个雷，让莫干辣被中，然后 W 捆住，一枪，他被扣了没事，我们不能被扣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点 W 来人了吧？中，给个 E 来。闪现，别着急，我应该死了。这波说实话有瑕疵，我 ADC 玩的不是很多，净化吧摁慢了，我都忘了我带的是净化了，你知道吧，我给忘了，要不然我的净化不能摁的那么慢，我以为我带的加血呢，你知道吧，我以为我等最后一丝血我再用。摁慢了，失败，哎，真是失败，不怎么经常玩 ADC。 被打扰，那还怎么工作？
不过没事，我们稍微适应一下就可以了，稍微适应一下，先放两个雷。在莫嘎拉刚才那么上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已经来人了，你知道吧？要不然那莫嘎拉不能那么上。要来一发，叭！呀，塔皮没吃着，哎呀！但是我也吃不了，我刚才上去我就要死。走呗，一枪，两枪，兜中，四枪。为什么不回他？哎呀，凑合看吧，这 ADC 也不经常玩，随便玩一把，行不行？随便玩一把，别墨迹了啊！差不多就行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哎，这能扣着我，我没想到啊！但是我们四枪来一发，别着急，先吃个药。石头人追着寒冰，一下。他意不到我们，可以别急啊，这波能杀，点一枪走位，走位，再点一个 Q， 一个 Q，A 接 W 定，最后一发，石头人疯狂虚区，我操，石头人301，我们辅助的怎么样？这波来两个皮牌，来个皮牌，来两把长剑，再整个药，挺好。哎呀，这石头人都没人打，都没人打他。去中了，六级去他中路，那行，你去吧，没关系，我死不了。我放两个雷，一个左边。中！各就各位，所有人各就各位。石头人呢？杀着人没？杀了还行，一枪，两枪，放炸弹。莫干拉六了啊！咱别皮，我这一个 W 收两个兵。呀，第一个没死。是的，这把枪。这莫干拉可挺吓人呐！我先给你插个雷。阿卡丽来了啊！阿卡丽来了，你看，像你辅助游走的时候，我们就别太骚，你知道吗？能不补的咱就不补了，这样辅助游走了就白游走，白白的就游走。现在石头人没有大啊，小心点。兜兜兜，是不是蜘蛛快来了？给你多耗耗血，现在你比较猛，你都401了，让他多耗耗血。我们打对面的阵容，我们不太好耗血，上去有可能会被 Q。又来了，来一发。这进如果出穿甲的，确实伤害还行哈。来人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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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人了，走位。解净化，给大招吧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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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吧！哎呦，我好帅啊！最后一发，这石头人眼色都不给我，直接上去就打。
你倒给我个眼色呀，你说是不是？其实可以继续拆，算了，不拆了，走了，溜了。放三口雷，谁敢过来就踩我的花瓣，来吧。来个星石，这一把、啊、什么牌呢？再来两把长剑吧。石头人大招还有17秒，他炉灯了，等8秒、7秒、6秒，上去直接就可以打了啊！莫干辣装杯直接就杀 ，W 定住。现在没大招，别着急。对，就杀这莫干辣，不杀莫干辣，杀寒冰不一定能杀得了。好，死了，让他先扛塔啊，让他抠，直接一个 A 抠死一下。我们先走啊，别着急。谁的传送？定，插个眼儿，一枪，两枪闪现走，来，别着急，给大招，一枪。这干嘛呀？这还呀？这我决定这把来一个水银之血，太难了 ！ADC 的生存环境太难了，太难了！这发条就硬要要一圈儿过来找我，这要了一圈儿。就硬要我，真能要我！我的天哪！你应该死不了，有意义没关系。中。哎呀，虚区这么低吗？每个细节都已到位。等一下，石头人啊，这是不打小龙呢？这没法去啊，兄弟。这并不是我不上。哎，这回可以杀，我给你来一发，小老弟，兜一个小雷。蜘蛛来了，干哈呢？蜘蛛，干哈呢？蜘蛛，硬上啊！蜘蛛，这霸王硬上弓啊！这是。演出从未停止。这 ADC 是多少个人想杀？我就想知道，有这么难玩吗？我的净化，我的净化帅不帅？不帅吗？虽然我的净化它没什么用，但是象征性的解一手，咱也算那么回事了。艺术家都是疯子。对不对？先打个红，
这下路这一波没有队友，我们去不去呢？这要给我大住了，我人不没了吗？我也不敢上啊，有没有队友来帮一帮？留我一个 ADC 搁这儿啊，就这万一有人过来强杀我，我怎么整？哎，开始了，一枪，他不给你打。哎呀，这枪没射到。小心点，我跟你们说，时刻小心。这寒冰能如此之装备，就说明他不简单。我先给你，你跑得咋这么快？来一发！你旁边没有人啊？谁来了？那石头人还过不过来了？那石头人放弃了是吧？那下塔还没爆呢，老弟。这可怎么整？这你不打他？哎，可以，别着急啊，来定发条，放个雷。这下路我不去了，这哪来的鳄鱼？来一枪，来，来最后一下，快跑，闪现走 ，Q 一下，一枪，两枪 ，W 定三枪，往回来杀一下蜘蛛，先撇两个雷。这鳄鱼啊，追着我干的。定住 ，A 一枪，刀门的一钉，给大招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来来来来，走位来，炸，打爆了定寒冰，走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溜了溜了溜了，等我收集者。收集者出完出什么呢？火炮。枪是感受着一切，而这恰是我的愿望。火炮无尽加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夜焰之风啊，夜焰之风这一把，这发条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上去勾引一下，让他炸我们，走呗。这石头人好像有点意思啊，来定住，你也别走了，阿卡丽把他杀了，来，一枪两下，三枪，等虚弱没？来一发，五八八，这谁呀？这鳄鱼，定，来一枪，兜一个雷，这 ADC 还得是站队友后边啊。我把这中塔给他拆了，呀，投降了。